29日，张智霖、邝美云出席某慈善晚宴，转型成功，成为商人的邝美云一袭白色职业装现身，相当的干练有气质。酷模张智霖则西装现身，被视为 TVB 台庆热身赛的马来西亚颁奖礼即将举行。据传，并非 TVB 一员的张智霖视帝宝座十拿九稳，并有很大机会在 TVB 台庆上再夺得一视帝。不知道张智霖心情如何？心是有的，可是这不是信心，是平常心。因为我其实也演戏演了蛮久了，然后什么期望也有过，失望也有过，然后现在我觉得自己已经成长了，已经心态那方面很好。就是好友杨采妮即将结婚，不过张智霖却因为演唱会原因无法到场，但幸好有妻子袁咏仪可以全权代表。早知喜讯的两人口风真的是相当的严实，难怪杨采妮敢提前告知婚讯。我们很早已经知道了，可是我们很能保守秘密的。对，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